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 GTA 5的世界。然后我们这一次接着打 GTA 的各种好玩的这个任务。那么这一次呢，小五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 GTA Online 的抢劫啊，五个章节的抢劫任务之第三场啊。那么我们这次打的是这个突袭人道实验室啊，最后一关啊。因为我之前都是在我朋友那边打的，所以我自己都没有打。虽然我现在已经90多级了，那么我们这次由于像小木、子枫他们都这个要么就连不上，要么就是没时间啊，所以说我们还是依然以四人小队啊，这个好像满人就是四人啊。如果我们人多的话，我们就会打各种更激情的一些这个团战啊。那么这次我就具体人数，我们这个视频当中啊，这个也会有所啊就会说了。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赶紧进入游戏吧。开始战局。那么每次的最后的战局我就录一期视频，算是这个星期的一个大战。我们设置最困难难度，对呀、啊、好，突袭人道实验室困难难度，先穿重甲、啊、对，穿重甲，我顺便把那个改一下。哎，这个点我就过不过去了是吧？你穿重甲应该我们就不用穿了吧？都要穿，我们一起穿重甲。开飞机的也要穿。就开始了，来，好的，欢迎。这次我们由啊、我、基曼，还有小素以及 Night 一起来攻打突行道研究实验室啊。好了，我开场结束，是不是很简单了？好吧，开始吧。想起来，我衣服还没换。哎，我靠！我记得这一段好像可以跳掉。玩过的话可以跳掉。哦，对，我没有玩过。哎呀，我之前打这东西还没打到这里的，我之前打的还都是在 Night 上面打的。这一看就知道是有两个高手。你看，两个穿着这个防弹衣的。是穿着防弹衣的说明怕死的，不穿防弹衣的才是高手。感谢谢谢你抬举我啊，抬举我。我要我要那个5%就行了。我跟他要钱。这么厉害。10000000太平洋我都不要分红，我感觉很傻逼。好吧，那正好我现在反正不太需要啊，不，我也蛮需要钱的，有个220万什么车啊什么的。你可别忘了，所有特殊载具加所有超跑加起来需要6700万。哇，原来你之前算过啊？我花了多少，我都有那个记录。对，上面是有记录的。我们先设置一下那分红。飞机出来。速打地面，那个基曼跟 Knight 打这个飞机。直升机出来后千万要先打。好，那个人打不打无所谓。我赶紧把这个装备换一下，这个换一个新买的这个装备。直接去取飞机，不用那个在车里打的了。不用。对，我们把视线已经打好了吧？我来开车吧。哦天哪！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用我的我用我的这个重甲。不用我的 T20， 你们俩又没头盔。哎，高手总是如云。哦天哪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，这换装备都不换出头盔出来。为什么只换出两个对讲机啊？你们那么需要对讲？我觉得我有头盔。你们两个是飞行员吧？这是王牌飞行员。我去，我的车又这么远。我觉得那个耳麦是，叫一下我们其实现在可以卡这个麦。
卡麦。还是按那个方法，直接卡到那个车库里边。卡麦的话算了吧。哎，奈特，我的车出来了，你搭我车还是你开你车？我车也开了呀。好。我去吧，跑好慢。现在卡耳麦吗？这耳麦有毛好卡的呀。那个幽灵面具再卡一个眼镜，就是那个 COD 十的那个幽灵吗？谁载我的车？等我们，我看看点位在这个地方。等一下，你站住，来小苏，来小苏，我跟你对的好吗？亲，来小苏，你到我这边来吧。那另一边。反正我们都要上飞机的，我这个驾驶不到，你们谁也别想上。好像很有威慑力。看，像我这种长得很像钢铁侠，过了。哎，这帅不过三秒。哎，我的灯已经换掉一个了，我一换掉一盏灯了。你们随便吧，我可以开飞机去接你们。又撞了一下。这到处穿出车来，我天哪！来，又穿出辆车。你们随便吧，你们随便吧，就等我来接吧。怎么了？我感觉老崔是最屌的呀。人家面无敌。对，开个无敌。我看到巴里那些说那个无敌只是减伤害，我就想笑。哎，无敌，减伤害加攻击啊！完全无敌的好吗？是吗？20番 RPG 根本写都不简单。嚯，这个厉害！你可以试一下，又不是说你身上没爆炸物。前方我看到了 Knight， 还有那个有机翼追上来吗？啊，那个抢劫佩利托的。我刚说有机翼追上来吗？我就车又飞掉了。啊，那个抢劫佩利托穿着那个重甲，那个重甲的话，1番 RPG 已死不了。我是不是有几率等等你？哎呦我天哪，这车怎么一不小心都飞起来，我天哪。看它会飞。哎呦我天哪，直升机已经开过来了。神速，来吧小苏，我们上去。跳伞的上机枪，然后不跳伞的那个枪手上机炮。我是不是还可以肆虐一下我的车呀？还真的。哎呦我靠，这还这平民车还把我的车的门给撞掉了。喂啊，我要把它打炸。好，我复仇了，我跟你说，该打我车。有飞机打飞机就行。哎呀，被挡住。哎，可惜了，不能这个。我跟你说，我怎么至少那强迫症的？我把那个 F 离开载具，设置成那 F12 右边的那个，好吧？这个按右键还能预热呢，进入预热模式。对，然而它并不会发热。但是可以马上开枪。这个其实我们这里一直往上走的话，会看到飞碟那个辐射。啊，就在这个地，就像地图一样的地方。就刚才这个。是这个什么外星，看见吗？了解了，就我们在我们头顶上吧。对，专业都飞得这么高了。哎，我们看到那边的月球，特别大。我这边方向，小苏这边看不到。好嘞，好吧，没事，我哪边都看得到。对呀、是不是感觉月球很大呀？我啥都大的，比飞机还大。哎，不过我这边的那个风景挺好看的。那风景很好。对，1.5最美照。你可以参加最美摄影了。来，谁把开火停一下呀？我截张图。好，截张图。马上。分辨率太低了，我可能以后再说。截好了。哎，早知道应该让我来截嘛，我显示器起码1080。哎，哦，你出界了，好可怕！出界了。果然在任务里边不能那个看，这种高度根本不算什么的。他已经出界了，现在是不是我们这个一旦我们在任务里边，在任务自由战局才能看？是这样。哦天哪！我记得我们跳伞任务里面是可以直接那什么飞得很高很高的地方，但是还是不会出界的。这才飞了多高嘞？
哦，已经很高了，应该在下面还有这么多雾霾，我天！哦天哪！哇！曾经在初中好高啊，多次那好高啊，好高啊！曾经在初中多次那个雾霾，然后我们是要跳起来了吗？跳了，跳！哎呦！哇、哦、天哪！我们什么时候打开降落伞啊？哎，不要飞到那个栅栏外面去，否则你永远都进不进来。天哪！啊，快到地面的时候打开伞就行了。哦，又要比那个谁最离贴近路面的时候开降落伞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开开开开开开开！对，张脸就神作了、哦。哎，我想我会中，我感觉我会撞到些什么东西。你按 shift 的不 ？No， 我差点。你按 shift 的呀？但你点小说，哎呦我靠！完蛋了！按 shift 的，按 shift 的。我靠！我摔到了，我摔到了屋顶上哎。OK， 成功。哎，你可以下来吗？我摔到了屋顶是什么？哦天哪！等等，我看看有什么地方好下来。哎，直接跳下来。哎，你们看到我了吗？我差点以为我会飞。啊，那边可以下来，那边对面，你对面就可以下。对面，这身装备跑起来真的不快啊。差去死不死就不关我的事，反正我应该不会。哦，可以下来。咦，哦，下来了。哦，好，安全着陆。嗯，切换一下装备。打炮吧。哎，我发现我的霰弹枪子弹怎么又变零了呀？我天哪！哦 ，bug。我只能用。我靠，我的特制卡。没有，他要到那个实验室门口才能算。Night 用那个机炮啊！好，你们加油！我先跑。哦天哪！玩枪手快打炮啊！外面已经有人来了。这会儿可以先玩玩呀！哦天哪！先玩，别先玩。快逃啊！哎，可惜我现在枪不足，子弹不足，就不能打炮了，激情了。妈没有啊！我现在暂时零延迟啊！哎，有了。对，我曾经哦，你过来瞬，我这边也是瞬间开了那个夜视仪啊。对啊，我跟你说这个关卡是强行开夜视仪吗？对啊。对。哦。你们要把那个门炸掉。原来如此。我曾经以为飞机的高爆弹可以把门炸起来，结果不会。赶紧的。拿什么东西炸？控制面板。拿粘弹炸。炸掉控制面板。随便什么都可以呀、啊！完蛋了，我粘弹只有三发了，手榴弹只有八发了，一个就行了。天哪！走。啊，那你是真的炸不掉了。好，一个就行了，炸吧。以预保全人员。前方高能，我感觉开了这个夜视仪，这感觉还不如不开夜视仪。请看左下角的小地图，楼梯。哎呀，我天哪！还真还不如不开夜视仪呢。我靠，好暗、啊！这个夜视仪怎么关？打呀！这夜视仪我感觉开跟没开一样，怎么还是这么黑啊？小苏，快过来！无限连发的，你不用担心弹药。哦。对啊，我现在拿机枪，我现在有还会下意识的打几发又换子弹。难道 FPS 游戏打多了？啊，对呀、啊。汽车。还有个右边有个，你那边？对，那边有个。等一下，我换。好。我下意识换了一下子弹。没了，里面没人了，赶紧走。哎，喷子为什么也就这么几发？我操，外面没人，无限的。嗯，这是哪条地方过来的呀？一会儿要刷很多飞机的。这哪条地方过来？这个门吗？啊，对了，一会儿不是让你们不是这个门，哪个方向走啊？这个地方往里面走，我看里面这个门。哎，有了，飞机，当心。啊，对了，之后不是让你们发送那个第一人称视角打打看。哎。之后不是让你们那个雅乌，说之后不是让你们发射那个闪光弹吗？嗯，你们不用发射，那个位置不会变的。了解了。哦天哪！哦，我们这是玩 FPS 游戏啊！这是 FPS 游戏啊！那个车那里，住、啊、那个我飞机正前面，飞机正前面，那个拖车。你们先在上面射，我在下面打。飞机正前面。低头正前面，你弄正。等等，我先换牙子弹。哎呦，吃一下东西。哦，吃的，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五点上还有一个。哎，没死。哦、没死、哎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。小苏先生，我帮你掩护。好耐操啊！现在我们穿的是最厚的防弹，这个防弹这个护甲。哦，往这个方向走。好、嗯，对，是往这个方向走啊、哦，是。那走。不用管车，不用管车，打飞机。那个车进不去。里面应该有人。哦，一直瞄准模式还有。哎呦，我去，为什么我一到前面来就瞬间前面有人了？好好好，前面。谁样的换子弹速度啊？先爆狙。是小苏果然拿了喷的。不是、啊，怎么子弹都没什么了？我喷子也没什么子弹。千万不要买子弹，出去战局就好了。哎呀，这个拿那个不对。嗯，我还拿冲锋枪帽子。哦哟。贾洛，楼梯那里。旁边来人了。我说的那个，走，拿着我们可以顺便再玩玩。看见没？你说我答的，我现在这个是突击机关枪哈，我现在如果没记错的话是80级才能解开的。好吧，那我还拿战斗呢。哎，门是从哪个？这里，打开。先打飞机。哦，有了，应该两边。插入门禁卡哪个方向？哦，这个地方。一。啊！你要两个一起插，对的、哦。打！二，三，幸亏这个任务里边你武神可以挨那个三发，好，这个战机挨一发估计早爆了。哦，这个是谁？正在弄电脑那个是谁？我也不知道是谁，我们两个穿是一样的衣服。我也是这样。啊，是我吗？可能是我是房主。走喽、哦，往哪儿走？向我电梯所在地，应该就在外面。我去，这无限刷！先打人吧，不是无限刷的。里面会不会有人出来呢？哦，没有，准备出发。外面有人。暗夜使用电梯。飞机有纯刷经验的。你们上面打的多激情啊！没啥，就全靠枪死了。对啊，飞机只要靠平稳就好了。借地狱城博士，一会儿你们出来，我就直接去那里接你们。这人到底还活着吗？还没活着，不是还没死掉？没活着，那不是死了？这还没死掉。装置水中呼吸器。哦，这个任务还需要水中呼吸器呢。那你？我建议你们用第一人称。对的，按 L 切换。好黑呀、啊！突然感觉关了水中，你们用第一人称，按谢普的跑就行了。第一人称不用摁 W A S D， 按谢普的加速标就行。哪个 ？M， 配件。嗯 ，M， 然后呢？和夜视仪一个和。哇、啊，好黑呀、啊！这里。你们用第一人称就行了，不用 W A S D， 就按谢普的加鼠标就行了。哪个方向？再往下往哪个方向？看我看不到，就一个方向。哦、我的洞、那个哦、看到了。你如果到水下之后就比较清楚。哦，有了。车。哎，怎么下潜来着？我天哪！车。哦天哪！你用第一人称好吗？第一人称我更不知道怎么搞了。还第三人称知道怎么开啊？怎么潜？把那个车打了，别管他们了，反正一会儿是 okay, 要直接接他们。可以走了，我已经。打点炮好了，往哪个方向？回去。你打人吧。哎，是不是要回去啊？还说什么？是不是旁边有个洞穴？往上面、啊。对，那个排水管。开始。往下，往我这边，往我这边。下面。你看地图上面有显示的。OK。你下面那个废车那里。好深啊！完了，我看一下，就一卡一卡的。打了就是经验。嗯，走。快逃、哦！我操！我在损血，什么鬼？你开水中呼吸器了吗？我开了，我刚才开了呀。你有水中呼吸器了？你怎么会损血的呀？你还在什么？你跳！我、嗯、操！你那个完蛋了，给我距离水面。出水面一次，为什么马上就没了？当然 M 切换，赶紧的。赶紧切换！我靠！我刚才最小化了呀，刚哎又最小化了。哎呀，小娜出来了，我天！你懂的呀。
这里哦，回来了，回来一看已经飞得这么近了。哎，你要没那个空气了，大哥，你淹死就神作了，淹死就神作了。小苏，哎，我回来以后发现小苏飞得这么远了。哎，我这往气要那个要飞具啊，幸好我之前在潜入呼吸水中呼吸器是免费的时候啊买满了，现在水中呼吸器要钱了。送哪里？看见没？下边正下面飞机正下边。嗯，小苏游的真快真快真快，看见没？废车那里，废车那里，快逃啊！这游的水好远啊！啊，这下水道好远啊！算了算了，接你吧去。哦，条条大路通我家。我们现在就是地鼠，只不过这个管道里面都是水，哎，已经冒烟了。没事，我们以前打的时候不也是冒烟的吗？坏不了啊！哇，小苏你开的好远啊！啊，游的好远。哎呀，刮到了，刮到了，再往后退一点，飞快的往前游。我那个水中呼吸器就四个。哦，那你快点，我现在还有十八个。好，那之前你肯定买过。我之前是买满的呀，不然的话之前免费的没办法。对，免费的呀，现在不免费了吧？现在不免费吗？不免费，五千一个。5000一个？对呀，五千一个还打个毛线？哇！哦，我重建天地了，重建天日了，虽然还是晚上，就等他了。哇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好爽好爽，上来以后去左边那个机箱塔，左边机箱塔出来以后我赶紧换回我的装备。嗯，所以说这里需要飞机好技术。哎天哪，对呀，之后就开始和很多飞机撕逼吧。哎，我现在好像只能带无线耳机了，那我要带无线耳机吧。打吧。好，现在开始进入，又是进入黄派空战的时候了。射！哎呦啊！机枪弹，电车视角。你们俩机枪往前打。对。我只要看到有看到在哪儿就打。装逼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咱们能够替代在前。哇！哎，这个方向简直不给我打了机会啊！哎，拜托给我一点机会啊！到时候给我看到一下，声音都听不到，反正什么地方？哪一家？哦，有了，看到那边，看到那边了。我又跑那个方向。打前面，打前面，打前面。我又跑这个方向射了。哎呦，哇塞 ！Just fire！ 这边有一架。对，我这边有个。啊！不要转！哇！爆炸！激情四射！走吧！五十块钱的手雷炸一个200多万的女武神！哎呀，他这个意思是说，幸好我们没有死掉吧？小吴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上次玩的那个非二星制作的模式。他的那个赛车地点就建在这个风车旁边。啊，对呀，就风车好像不是试试看，不知道哥换多少次了。这对呀，很逗的。上一次好像就在这个附近，我开女武神接那个安娜的时候，刚说爆炸，然后我还死了。现在那些啊，非二星制作都是他们用那些 GT5 的编译器做的嘛？对呀，编译器做，哇塞，有些地图集装箱都开在那什么地方？哦，在这个。风力发电机上面啊，听好了。哦天哪，又鬼畜了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接下来桥段就是炸飞机了。为什么这个女人是 GTA4 里边哪个老婆来的？ Nico 的第一任女友。她不是警察女友吗？现在变成 FIB 的人了。 啊不是 FIB 的，应该 IAA。现在是他们，反正是内部是 IAA 的 IAA 的人，是 GTA4 大部分牛逼的人物，到 GTA5 一开始就死了。哦天哪。好，准备来一发手雷吧。要我绝对会喷一下漆然后开走。
史上经典的电影桥段即将开始。装，一点都不华丽。应该处理一下渲染。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。三发导弹都打不爆的飞机，为何一个锁雷又炸了？哎，说好的万年的飞，这个驾驶员是白金呢？怎么变成枪手 Knight 变成白金了？但是我确实什么都没干呀。就改变了历史。改变历史。哎呀，这要求我们没一个哦，有一个达成了，无人死亡。第一次完成最终阶段，我现在讲了驾驶吧。对，30,000多，白白挣30,000多，哇，5,700多的经验呢。哎呀，厉害厉害！我居然才4,500呀！我记得不错的话，我们应该在那个酒吧里边。嗯，这不是我已经看到我们喝完酒了。对，